我要投诉今天给我送外卖的那位姑娘，我等了她2个多小时，她倒好，把东西一下子给我摔坏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必须给我开除她。什么东西？哎，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老板，你的包。姑娘，谢谢你啊，我这里有点钱，来，你拿着。不不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还要送外卖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张主管，您找我啊？你被开除了，从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们做的是服务行业，是把餐送到顾客的手上，而不是地上。不是那样的，张主管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……你不用解释了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你也应该把餐送到顾客的手上。从今以后，你不用来了，出去。离醒过也最空，这个怎么办呀？姑娘，你这怎么了？我今天给客户送餐，把他的餐给掉地上了，老板知道，把我给开除了。我一天打3份工，我不知道为。